优秀的候选人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啥啊？高小倩儿，看出来了，打篮球呢。啊，范小四也看出来了，打乒乓球呢。那于小脸，你这趴着是什么球呢？玻璃球。起来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们选的是足球运动员。是，别着急，秘密别慌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三个人啊，以这种形式就想告诉你，除了足球，我们什么球都行。那你们仨报啥名呢？哎，秘密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们三个就是想为小区做出贡献，对对对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没错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参与可以，但你们穿件衣服也不对呀，小脸儿，穿着保安服就来啦。啊，这身保安服还是英俊潇洒的，是吧？在场上可以踢踢球，顺便呢可以维持一下场上的安保工作，是吧？顺便帮我们这个物业员工啊检检票什么的，是吧？那范小四，你穿西服踢球？大家不都知道我就这么一身好衣服吗？重视。你这可真是太重视了，你这不是来当球员，你这是来当教练的呀！啊。对对对，什么球教练吗？你们两个看看人家王小倩儿啊，要说穿衣服最好的还得说人家王小倩儿，这衣服穿的目的简单明了。小倩儿，你一定是来竞选咱们队吉祥物的，对吧？我就问你可不可爱吧？我看你都可怜，你不热呀？热，是真热。我不说热谁知道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们仨穿成这样，是不是也太不重视咱们这一次的选拔了？秘密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咋不重视呢？为了这次足球比赛啊，我把名都改了啊！咱们足球运动员不有个叫马拉多纳的吗？以后我不叫王小倩了啊，叫马拉多倩儿。那你是真倩儿啊，王小倩儿？你那是啥名啊？你看我的吧。我最喜欢的球员是梅西，啊，以后就请管我方小四儿叫梅四儿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你就上一边待去吧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你回去吧。于小脸儿，你有没有喜欢的球员？我喜欢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喜欢谁。内马尔。所以说我于小脸要改名叫内马脸。小脸儿，哎，你把那字去掉会更好。也行啊。行了吧，既然都来了哈，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宣布咱们幸福社区守门员选拔大赛正式开始。等会儿，选拔什么玩意儿？守门员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回来，回来。干啥去啊？没意义呀，啊！你是选守门员，你说说，秘密，我这么跟你说嘛，守门，你说我，咱小区大门我还没守明白呢，你说，你说我上场守那玩意儿，我多多余啊！不是王小倩，你是怎么传的话啊？你不说选前锋吗？怎么又变守门员了？不是，我合计爱选谁选谁呗，反正咱也没有票进不去，万一选上不可以白看球吗？是吧？说什么你们三个，什么态度啊？干什么的你们啊？你们就这样是不是太不重视我们了？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如果这样都回家。不是，等，秘密，咋不重视呢？我们真重视，真想为咱们小区做贡献。我呀，想当前锋，上场踢球，在绿茵场上一顿撩，那多帅呀！当守门员往那一杵，光卖单多没意思呀！你说是不是？你看哪个守门员光卖单了啊？你们这是对守门员这个位置的误解。球队里守门员是多么关键的一个位置啊！你们想想，哎，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人家都说一个好的守门员能顶半支队。人家等会儿，一个好守门员顶多少？半支队。那你那意思就一个守门员带五六个人上去踢就行呗？我说的根本
我认为一支球队里面教练最有权威，是不是？那教练让谁上谁就上。哎，那你说的也不全面。我认为在球场上裁判最有权威啊，裁判是让谁下谁就下。你俩说的都不对啊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观众，观众爱看谁看谁，我说对不对？观众最重要，知道吗？不对，我觉得哈，教练最重要。用将裁判，观众教练裁判，没观众真白踢吗？裁判，喂，你们仨懂不懂球啊？这是干啥呢？你们想想，足球是一项多么能展现男人魅力的运动啊！对，就为这事儿来的，就是要展现男人魅力。我给黄小黄看。对，我展现男人魅力给小米粒看。那对，我也要展现男人魅力。我给你看。给我就不用看了，你给张璐看。你看，给张璐。谁？没听清。那么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考官，来自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的队长，也是咱们中国国家队的守门员张璐指导出场，欢迎。街坊邻居大家好啊，又见面了。非常荣幸啊，能担任此次这个评选的评委。据听说啊，今天有三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学员在等待着我的考验，那么接下来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的优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希望邻居们，我先走了，我可能是来错小区了。哎，张璐知道，没走错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今天参加评选的就是他们仨。唐嫂呀，我不一定能教好啊。这你这啥意思啊？街坊邻居们都在这看着呢，干啥呀？看着我们仨就往外走啊？是不是被我们仨这种气场给压倒了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啊，我们三个不见得有你好，我们三个肯定比你厉害，我们三个叫你差老了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比我台下都比懵了都。你说你这，让我把话说完。来，你往这边站点，你离他远点来。我告诉你啊，直接进行选拔，是不是？对，别整那些没用的，来吧，开始。好，既然来了嘛，我就要完成我的任务，履行我的职责。那我就出点简单的题来看一看你们对于足球到底是有多么的了解，好吧？你们最喜欢的球员是谁 ？C 罗。对 ，C 罗。等会儿，你不一直喜欢海螺吗？我还喜欢蛏子呢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我还喜欢，我特别喜欢 C 罗啊。C 罗呢，我跟你说 ，C 罗在东北也叫海锥儿。海锥儿那个，他那个肉啊，就是出来一块，你用手有时候能拽出来，有时候拽不出来，你就有点想勾，你知道吧？勾不出来，你就用嘴嘬，嘬呢，在东北也叫吸吸这个螺，吸螺嘛。对了，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生活小常识，在吃这个海锥的时候啊，希望大家用盐水泡一下，要不牙真。你说的这是啥？这是足球吗？你说的那是海鲜。我说的这个西螺和你那个螺它不是一个螺。你说那是什么菜？我说的那个菜。我说的什么菜？我说的菜，我说那是个人啊，五次金球奖的获得者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。对，听明白没？听明白没？你要说全名我不就认识了吗？就是这个问题往下问啊。西螺，我说那个西螺 啊来自哪个国家？葡萄牙。人家球人回家都靠谱。对喽，啊，学着点啊，都是知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应该跟我们一起坐在这儿，你们就没有个默契。足球它是最讲究团队的一项运动，团结看不出来，没有默契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他们三个啊，不对，默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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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特别默契，团结也非常团结，团结，默契啊！我就问你仨一个问题，简单的，阿根廷国家队的队长是谁？梅西。梅西他爸是谁？没有。你
啥的没有是啥意思？没有答案。这球进了，张嘴就来，没合计。这怎么还能没有答案呢？梅西他爸是梅西的经纪人，多有名啊，豪尔赫梅西。也是这样哈，咱们先街坊邻居先等一下，来，我不是那个秘密，我跟你说一下哈，如果要是请张指导啊过来跟我们这么倒球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他请回去了，是不是？这没有意义啊，踢球你玩的是技术是不是？谁上去问你问题呀？哪个裁判？来，你们24个球员就过来。来答题，谁答题？答对了上一题，有吗？对，咱拼的是技术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浪浪没用，都是过来选运动员。你来吧，你就直接就来。按你仨的意思，你仨现在已经具备守门的能力了呗？肯定的，天生的。那就别说了啊，知识面的咱也不考了，大概我也了解，不聊了这个事儿，啊，有啥本事，搁门里来，好不好？我就接下来看看你仨33。护守33护射，好不好？我看看你们在门里的能力到底谁强。太像了，来，来吧，来吧。那个，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来，你先等会儿，我有话想说，就是那个张指导，你往这边看一下哈，这个状况是吧？你也能看得出来，王小倩是谁给你的自信呢？跟于小脸这都是有当守门员的潜质，你这身高，你说你长得像个地雷包似的，你就过来了，你说我们俩往这站，最起码能挡住，你挡谁呀、啊？我刚才这么一回头看，没看着你都。谁到了？球擦一下，擦头皮就过去。干哈呢？干哈呢？啥样地雷包？干哈呢？选守门员呢？侮辱谁呢？我认为啊，守门员不能光看身高。你得看反应和爆发力。嗯，守门员，你得有弹跳，关键时候你得叫，往左靠，往右上，球没来你别睡觉，球来了都给我躲远点，我盖帽，我盖帽，别动，快吃药。不是你这个太吓人了，这好像疯了，他好像盖什么帽啊？那是篮球，篮球啊。咋的了？我那我不对吗？我这玩意儿、啊、不对，别管咋地啊！这个身体条件有点差别，不要紧，但他这个自信非常好。哎，就冲这个，小倩你先踢，方小四先守，好不好？好。都听着没？今天选的是守门员，我这也就算首发了。你俩踢不踢吧？哎呀！哎呀！你说你还首发？你瞧怎么踢他的啊？加油啊！看我的，来，小宝宝上。嗯，是不是有点近？够点不？好的，紧张啊！炸！我来了啊！我往左踢，晃着没？晃着没？我往右踢。走你！呀，你干啥呢？小四儿，你这门守的不错，你这是守邪门呢？不是你干啥呀？啊，你都给我熏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来，我宣布一下啊，王小倩淘汰，方小四儿晋级赛。哎，凭啥呀？还凭啥？你那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，你严重违反了体育道德。我咋违反体育道德了？你们足球不有帽子戏法吗？嗯，我合计变个戏法球不好进吗？戏法变完了吗？变完了。你把帽子戴上呗。不行，好了，都对，啊，接下来该我登场了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来，街坊邻居们，大家看好了啊！就跟你们这么说吧，我守门这么多年，哼，没有门禁卡，谁也别想进。我很期待。那么好，方小四，你来踢。等会儿，教练，我有个请求。刚才他给我晃着了，但是我那个扑救特别的漂亮，我请求休息一会儿，我得缓缓。怎么还得休息一会儿呢？累呀。那你就回家休息吧，好吧、啊、这点困难你都坚持不了，我觉得意志品质有问题，你没有资格当这个守门员，你也被取消了。
多漂亮啊！那球该还该呢？啥意思？哎呦我操！进，成功直接晋级，对不对？俩都被淘汰了，就剩我了，晋级！街坊邻居们，到了现场比赛的时候为我加油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那也不行，你必须也得接受考验，不然对他俩来说就不公平。是这样，张璐啊，对，现在呢没有人踢了，你说我守这个门干啥呢？没事儿，我来。那行，那太好了。行吗？你来，你来，你就来呗，好像我怕你似的。来，既然我来啊，就稍微正规一点，好吧？给你声哨音，让你有点准备。比赛开始。谁吹的哨？我。那个，大家别闹了，散了吧，中场休息。来，嘿，干啥呢？你小远啊，训练呢，哪有中场休息？休什么息？那我听你的，咱不休息了，行不行？来吧，重新来吧，不休息了，来。漂亮啊！来，这把不取哨了吧？来吧，来。哎，干啥呢，于少良？比赛结束。结什么？结什么输啊，于少良？哎，哎呦我去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多吓人呐，街坊邻居们啊！这不公平啊，是不是？你想啊，他们踢球的时候都是业余的，我踢球的时候上了个国家队的，你就公平吗？还跑那么老远，你这一脚不闷死我呀？不是，小脸儿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小脸儿，你就那么害怕张璐啊？你别那么说，在你面前我谁都不怕。这就对了，小脸儿，加油啊！你在这好好守门，我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。给我两下，张璐加油！张璐加油！张璐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有意思吗？上这怼我两下，完给他加油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一切都没有问题，你相信我，秘密，我这个球守的，我跟你说。于小脸，你这反身弧也太长了吧？你干什么呢？你有街坊邻居给我拍照吗？咋的？你还想发个朋友圈？我还得给你点个赞呗。来，起来吧，快起来吧，于小脸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太吓人了，他这个呀。冯小倩，冯小倩，咱也站一下，咱一起靠一靠，往这靠一靠。行，我看了。就刚刚你们三个的这个所有的表现综合来评定，你们三个都不太适合做这个守门员。王小倩，你偷机取巧，严重的缺乏体育道德。还有你方小事啊，意志力太不坚强，轻言放弃。最重要的就是你啊，于小脸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还胆儿小啊。守门员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必须要具备超强的责任心和意志力。你想想，你们身后的这个球门线就好比是你们人生的底线，我们必须要守住它。守门员的位置很高尚，守门员这个位置很光荣，我从未因为我拥有过什么而感到骄傲，但我因为我是一名守门员而感到骄傲。好，说得好。我宣布你们三个全部落选了。哎，别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咱聊一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是吧？对，都能学。对，我觉得啊，你想想，我们三个人最起码这种状态是认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没想开玩笑。这样，你说我们不行，不还有你呢吗？带我们练。对，张指导，他们都表态了，你看他们都没放弃，你也别放弃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既然你们有这个精神头，既然你们有这个劲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。但是足球没有捷径，那就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基本功开始吧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让我们先给我们的小区喊上我们的口号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幸福小区足球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